小瓶旗舰在网络上的呼声一直很高，但现实销量却是惨不忍睹。不过仍有少数小瓶党有刚需，今天娇娇就带你们看一下批发价的小瓶旗舰到底有多便宜。市场上做小瓶旗舰的商家越来越少了，主要还是因为销量差，价格高，很容易就砸在手里，自然不敢冒险，也只有像我们这种出货量大的商家还能大批量采购。这批 SR2 外观成色都非常不错，对比上代 SR1 的塑料机身，这代的装甲铝会更加耐磨耐用，四边等载的边框至今也是无人超越，整机非常精致小巧。我们拿货2450，到你们手上也就2550，对比发售价直接便宜一大半啊，性价比可以说是非常逆天了。